外交关系咧就即系永远都唔系话政治不同嘅。今天系朋友，明天系敌人。今天系敌人咧，明天系随时会变咗朋友。亦都咧就即系会朋友与敌人之间咧，除咗有呢个即系叫做位置嘅互换之外咧，咁仲有咧即系呢个合纵连横，以对付其他嘅国家咧，就永远系外交关系嘅一种常态嚟。譬如好似呢一个美国同呢个墨西哥，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咧特朗普就口出恶言，又话墨西哥咧好多毒贩，好多呢个咩非法移民嚟，咁于是咧就喺呢个中墨呢个美墨边境咧筑起呢个高墙，好似柏林围墙，仲严重过柏林围墙，仲严厉过柏林围墙，咁啊令到咧墨西哥嘅即系人民啊，墨西哥政府咧觉得尊严就受损，咁尤其是特朗普咧就喺美国墨西哥之间嘅贸易上面咧成日都系抨击墨西哥，点知最近美国墨西哥喺贸易嘅问题上面咧又达成咗即系非常之丰富嘅协议。是不是究竟这个协议维持得几长呢？大家不知道。我都说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同样地跟加拿大的关系都一样。剑拔弩张，是吧，就说你入来我们都有些东西，我要征高，要提高关税，就是你用买我们的货物，加拿大又说我们有报复性的措施。当时之间呢，这些这样的盟友呢似乎呢就是大家在这里互相攻擊得好緊要。咁最近呢一個即係美國同加拿大喺貿易嘅談判上面咧，進展又非常之順利。同樣地咧，歐盟咧都可能會即係出現一個相同嘅情況，即係已經有某程度嘅讓步，某程度嘅協議咧已經係出咗嚟啦。咁你話今後會唔會再繼續嗌交咧？咁以特朗普嘅性格咧，係絕對會，係絕對會。但係嗌交唔系等于敌对，嗌交唔系等于会打起上嚟。同样地，佢同啊呢一个即系阿金仔嗰个关系咧，你又显得好有趣。我琴日有讲啦，呢一个即系美国国务卿本来咧就会去呢个北韩访问，突然间叫停。咁美国国防部长亦都行出嚟就话咧，唔排除咧会咧喺出年咧会搞呢个美韩日嘅联合军演，会好厉害，因为北韩嘅呢个无核化嘅进程咧系停滞不前，系停滞不前，所以咧嗰个威胁未解除，所以呢个军演系有必要嘅。咁特朗普咧就今日喺公开嘅场合同埋喺呢个 Twitter 嗰度咧，又即系表咗态，佢呢个表态咧更加白，佢就话其实佢同阿金仔嘅关系系好好嘅。即系我哋又睇到呢个无核化咧，系进展系顺利嘅。不过咧，中国从中国作梗啊，佢真系咁讲。佢话咧，导致朝鲜半岛无核化变得更加困难嘅原因系咩咧？佢话北韩93%嘅外来货品系中国进口噶，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协助解决北韩嘅问题。特朗普话咧，我同中国关系好好，习近平主席咧都系一个了不起嘅人。但是中美的糾紛咧，導致到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高達5000億美元咧，我不容許呢個情況咧係持續落去。因為中國冇幫到手，因為咧呢個中國喺呢個即係中美嘅貿易戰裏邊咧，即係打得如火如荼，大家咧就劍來刀往，槍來炮往。咁所以咧，佢呢個無核化嘅問題上邊咧，似乎咧係冇點樣去做到任何嘢。咁特朗普喺个 Twitter 嗰度咧就登出咗白宫嘅声明，就话中美两个嘅贸易纠纷咧，令到北韩喺气核方面受到中国嘅巨大压力。北韩咧仲系向北京咧就仲系向北韩提供呢个燃料、肥料同日用品等等嘅援助。佢话中国咁样做咧系冇用嘅，系冇用嘅。特朗普话咧，而家咧咁嘅情况底下咧。佢嘅理解咧就係呢個北韓嘅呢個無核化嘅呢個進程咁緩慢咧，係中國從中作梗嘅結果嚟。咁國防部長，美國國防部長咧就曾經話過咧，無核化嘅問題冇進展啦，甚至係談判破裂啦，咁就唔排除咧就呢個美日韓嘅軍演咧
係會喺出年咧會進行。咁啊，特朗普就話咧，現階段冇理由花費大量嘅金錢同南韓進行聯合軍演嘅。不過我哋有能力即時咧同南韓、日本再次展開軍演。如果真係咁做嘅話咧，規模將會係史無前例咁大。嗱，我點樣解讀？有人話啲咁嘅癲佬成日都出爾反爾，又話同阿金仔關係好好，又話呢個無核化進展良好，突然之間咧就話即係要停曬所有嘅軍演，而家咧又話唔係軍演又會再嚟，依家又話咧唔係，又冇理由花咁多錢做軍演㗎咁樣，又一係咧一陣間又話習近平咧係即係了不起嘅政治領袖，同習近平嘅關係良好，一陣間又指責佢咧喺呢個北韓嘅無核化嘅問題上邊咧即係從中國作梗，咁究竟邊個係真嘅咧？句句都係真嘅。是一个策略的问题。我一开始讲的时候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中国是跟美国的关系呢，即有时就会合纵，有时就会这个斗争。在历史上面，譬如苏联是一个最大威胁的时候呢，美中就会联盟对付苏联。到今天当然不是有没有了这支歌仔唱。他跟墨西哥在贸易上问题上面，特朗普跟墨西哥和解。達成協議，同加拿大和解達成協議，同歐盟和解達成協議，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四面樹敵、八面威風、戰場東南西北都有嗰個狀態咧，佢逐漸要收翻翻嚟，逐漸要收啦。同樣地，北韓都係，佢冇同北韓全面抹面，冇同佢抹面，佢認為呢個無核化嘅問題上面。北韓是想做的，不過中國沒有對他施加更大的壓力，又或者說得白一點，中國沒有幫到美國手。 OK， 甚至呢他剛才我舉個例子，就說 93% 的進口貨物是來自中國，即是你不單止沒有幫我手，不單止沒有向北韓施壓，甚至呢你是提供很多的物資，包括燃料，可能裏面也都包括呢同核武器有關的，即係呢個重要的零部件咧，都係你喺你嗰度提供嘅。喺咁嘅情況底下，即係本來北韓咧已經同我傾完噶啦，點知咧你叉只腳埋去咧，令到呢個無核化嘅進程咧受到好大嘅障礙。即係講來講去，當佢同周邊嘅佢嘅盟友和解咗之後咧，佢就要集中佢嘅精力咧，可以對付淨係對付一個國家，嗰個咧就叫中國。好清楚，呢個就係特朗普嘅戰略。你有時你見到佢咧，好似亂曬章法咁樣，亂咁出拳咁樣。但係而家你見得到佢個個戰略係好明顯啦。佢唔希望，雖然早前佢係四面樹敵，佢想攞到自己嘅著數或者美國嘅著數，但佢而家咧係唔希望將呢個戰場越擴越大，等佢有集中佢嘅火力，集中佢嘅子彈，可以向中國全面開戰。調翻轉咧。中國咧，而家係喺國際上邊咧，無論係一帶一路嘅呢一個具體嘅呢個戰略咧，係每一個幾乎咧每一個國家咧都出現或大或小嘅問題。馬來西亞又有問題，巴基斯坦又有問題，係嘛？斯里蘭卡都有問題。唔單止係咁樣，佢亦都咧就睇得到呢個西方國家咧到對呢個中國嘅。大的企業在他們國家投資，尤其是一些敏感的科技的通訊的企業，譬如華為、中興這樣處處提防，澳洲、美國、英國、日本都已經拒絕了這個華為、中興在他們的基這個通訊的投資那裡，通訊的基建那裡做投標的了。這個就是西方國家聯手對付中國的一個很重要、好重要的舉措，即係話咧，美國的敵人、周邊的敵人，又或者不是叫敵人咧，有爭執的對象咧，慢慢將個爭執緩和咗落嚟，而佢哋係聯手，佢嘅盟友係聯手對付緊中國最要害的嗰一範，就是科技的問題。OK， 剛相反咧，中國佢剩翻嘅盟友咧，係得俄羅斯嘅啫。但是俄羅斯是不是他真正的盟友呢？大家都會打個問號的。因為早前呢，俄羅斯的一份非常重要的報紙呢，用了一篇長篇的文章呢，嚴厲批評
中國一帶一路所搞嘅嘢，尤其是中亞所搞嘅嘢，令到中亞嘅反華嘅情緒非常之高漲。咁啊，點解會特別提中亞呢？因為中亞咧以前係呢個即係俄羅斯或者係蘇聯嘅加盟共和國，今天咧俄羅斯認為嗰個係我嘅地盤嚟嘅，係我嘅勢力範圍嚟嘅。你差直降落去咧，就對唔住啦，你踩痛咗我嚇。然後咧就喺呢個通訊嘅問題上邊咧，華為同埋呢個中興嘅通訊嘅投標上邊咧嚇，俄羅斯亦都咧要諗一諗，係唔係借響應佢哋即係俄羅斯內部嘅一啲商人嘅要求，就係要重新去審視呢兩間巨企嘅投標嘅資格。即係話俄羅斯係咪一個可靠嘅盟友呢？雖然今次呢個聯合軍事演習好大規模嘅聯合軍事演習，俄羅斯係邀請中國去參加，仲有蒙古添嚇，係咪就等於你真係視呢一個普京係知心友，佢就係你嘅知心友咧？咁樣咁，所以今天喺中國外交上面咧，見得到咧嚇嗰個大殺幣，即係周圍派錢嘅做法咧，好似收一時之效，但係嗰個孤立嘅情況咧，係似乎係越嚟越嚴重。60年代有一句口號嘅，毛澤東就叫做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內地嘅即係好鬼抵死嘅，喺咁封閉嘅環境嘅人咧，都攞咗一句跟住一句順口溜咧去潤佢嘅，就係跟住嗰句係咩咧？只有阿爾巴尼亞霍查係毛澤東嘅知心友，只有一個啫。但係佢下場係點樣咧？大家都知道，咁所以今天個形勢就係特朗普同周邊佢嘅盟友喺貿易嘅問題上邊暫時停火，嚇對中國咧係一個極壞嘅信號嚟。心情好快咧，就已經跨過1000集啦。1000集咧就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大家都知道咧，喺香港今天嗰個政經嘅環境越嚟越惡劣。政治打壓啦，媒體歸邊啦，大話連篇咧，咁樣講真話嘅人咧係越嚟越少嘅。嗰啲咧就向主子淺味擦鞋嘅人咧，就真係可以咁講，遍地開花。我哋呢種不識時務嘅聲音咧，只佔少數嘅，而且係咧淹沒去一片歌功頌德嘅汪洋大海裏邊。唔知道咩時候啊，突然之間就好似我喺呢個主流媒體嘅風煙節目咁樣，砰一聲。會被禁聲，心直口快咧，有機會咧係會人間蒸發，消失喺呢個地球。我咧就抱住一個咁嘅心態嘅，做得一集得一集，你哋咧聽得一集得一集。雖然咧就好似好消極咁樣，咁但係如果要繼續堅持落去咧，都需要好大嘅勇氣嘅。我喺呢度咧就對睇心直口快呢個頻道嘅觀眾啊，同埋呢一個實質支持我嘅觀眾咧。致以衷心的感謝，只要你們繼續看，我就會繼續做，只要你們給多些的鼓勵我，我就可以繼續堅持下去，繼續為大家發聲。你們可以呢就訂閱這個頻道啦，你看這個 YouTube 的時候，你看到以下你的手機或者螢幕的右下角的這個符號，你按了之後就可以訂閱的了，有新片呢就會通過電郵去通知你的了。你都可以用 PayPal 去支持我嘅，有一个预定计划，用呢个网址咧，又或者一次个付款都得，都同样系 PayPal 嘅。冇 PayPal 唔紧要，汇丰银行嘅 PayMe 都得，用93315439啦。又或者八达通嘅好易俾啊 ，OEPay 同样呢个电话93315439，又或者 Tap and Go 拍住上，亦都可以咧用同样嘅方法咧去付款噶。冇呢啲户口唔紧要。用划线支票写我名寄嚟呢个地址我都会收到嘅。用银行户口得唔得啊？得，你用 Facebook 嚟 PM 我啦，我哋会话俾你听个银行户口噶啦。心直口快咧已经跨过1000集啦，好多谢大家继续支持心直口快。